气还真不赖啊，躲个雨都能碰见生意。哼，大哥，大哥，怎么着？安排道啊？你们快走吧。他居然让我们走！
客官，嗯，这些都是今年最新款的胭脂，您看，您都挑了这么多了，到底选哪个呀？我再想想啊。老板，你的神牌到了。神将光临，小人有失远迎，稍等，稍等。干什么干？走。等等，东西还给我。什么东西？我拿的，老毛病犯了。这钱既然在我们这儿，就是我们的，拿过来。哦，是吗？那你现在在我手里就是我的了。老板，这个是胭脂钱，这个不好意思，我愿意，你进来。摆明了就是侮辱你们，竟然还一个个主动送上门，要你管啊！喝几天洋墨水，神气什么？装什么大义凛然？这年又不是被人侮辱，就是侮辱别人。你有个好爹，我们身无分文，怕什么？就是啊，我们你们相信我，他们都是坏人，他们都是骗子的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有钱管不管？孙大小姐，你管着你。好久不见呐，陈四海，怎么是你？知道你是个无赖，没想到你竟然跟这帮邪教搞在一起，赶紧放了我，不然的话，我不然怎么的？让你那个心上人杨蝶君来收拾我。我告诉你，他真来了我也不怕，因为到时候啊，咱俩都成两口子了。等一下。干嘛？你这样绑着我，弄得大家都不尽心，不然你放开我，反正这里都是你的人，我也不会跑的，好吗？好。哎呀！没打着。啊！你谁呀？你干嘛的？别君。
小心破锁。从这里跳下去，楼梯已经被堵住了。这有点高啊，这来不及了，快！我做朋友，舒文。舒文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回来也不去看看我们？这次还走不走啊？脸怎么那么烫啊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没发烧吧？师傅，晚点时候来我房间。啊，好。漂亮吗？美。你放心，你的情况呢，老爹都已经告诉我们了。我觉得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儿，况且你师兄现在也需要你的帮忙，对不对？其实，我这次回来。舒文，你多高啊？
好看哎，你觉得呢？你和烈俊的身材差不多，我之前还担心会不合身呢，现在看来完全没有问题嘛。我还是脱了。哎，别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看那里。这是什么呀？列军的招法是在战场上历练出来的，自然凶猛不少。舒文走镖靠的是情面，出手留有分寸，能忍能忍也是豪杰。师父欣慰。我已经从锦儿的信中听说六甲门的事情，这次专程回来，今日在镇上暗中查探了一日，果然是个害人的邪教。这些日子啊，他们更加的变本加厉，前段时间还搞了一出那个什么神佛现世，镇上的百姓全被他们给糊弄住了。神佛现世你也看见了？看见了，但这不科学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他们的秘密给揪出来。哎，烈君，依我看不如就快刀斩乱麻，你带着部队杀回瓜镇吧。可不能如此武断，毕竟现在还是衙门在做主，只不过现在辫子军企图复辟，各方各派都在观望，也探一探这个赵广孝的底，看他究竟是哪一路，如果他有意投靠新军，争取他不是不可以。如今六甲门闹成这样，他身为道隐不闻不问，恐怕朕……师父，这事儿啊您就别想了，费神，交给我吧。不管现在多黑暗，黎明一定会到来。好了，大家团聚不易，来，满饮此杯吧。来，Cheers。小文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怎么来了？我们的事儿该往前进一步了。烈君，你忘了我们的约定吗？我当然记得，革命成功之日才是我们结为伴侣之时。现在已经是民国了，难道革命还不算成功吗？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自由而平等的新世界，可现在国家还处在野心家们的把持之下，这当然不算了。可
可是国有大事，家难道不是大事吗？有的人能力不济，他们也只能到这里了。可是烈君你不一样啊，你将来可是要成为大英雄的人啊，我会等你的。可是我等不了了。先天下之忧，后天下之乐，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理想吗？好啦，晚安。简儿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成了英雄，你有一半的功劳。烈君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小文这次回来？我知道师父想说什么，但我想他走南闯北，应该经历了不少事儿吧。你是他师兄，要多帮帮他。当然。对这个六甲门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去道影公署走一趟，看看六甲门与赵广孝之间到底有什么猫腻。带上我。嗯，带他下去领钱吧。是，走吧。我前日就是送包裹到这个道影公署。但是当晚就有人暗中埋伏要取我性想来，这道影公署一定有问题。干什么了？巡逻呢？走吧。等等，把门就敲上，走开，走开，走。我跟赵广孝测试同窗，这张脸恐怕藏不住。大人说的极是。哎，
道上啊你？要不然我们怎么喝？哦哦，是不是傻呀？机灵点儿。大师，咱这一步走得不错。这不全仰仗大人您吗？啊！哎呀，可是这接下来该怎么走？大人，得给个明示啊！啊！这个你无需担心，我与一个谁啊？瞎呀你！对不起，长官。滚滚滚，去外面看谁。是。这个六甲门果然跟那个赵广孝有关系。师兄，嗯，师兄，这些年我心里有些话一直不知道该跟谁讲。怎么了小文？从小到大咱俩可没有秘密啊。别瞎想了，既然跟六甲门扯上关系，倒容易解释，多半是一些制造幻觉的伎俩吧。幻觉？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。师兄，我有个主意。天地神威，诛灭鬼贼，留以降服天道，暂得武力，所幸武德天柱，前后折罗，青龙白虎，左右驱魔。却道前世我就是这大天为主，我你们大了吗？降服天道，暂得武林所幸，武德天柱，前后折罗，青龙白虎，左右驱魔主，却道前世我为大天为主。我这样带着别动，然后按就行了。六甲神钉现身！哎呦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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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师兄，这夜里一定有问题。人可以被迷惑心智，但机器是不会说谎的。列军，干得好。师父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我查过了，这个无量老祖行踪诡秘，如果不找到他的栖身之所，就很难破解其中的玄机。陈四海，这边海燕。海燕，海燕，宋大小姐就在里边呢，喝多了。你说嘛呢？海爷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吗？是吗？是是。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咱得给人送嫁去，送我家家。我来了，小宝贝儿。好，来来吧，小娘们儿。哎呀，喝。小娘们儿还挺沉。哎呀我去，敢叫一声弄死你。我没叫。把你知道六甲门的事情都说出来。我不知道啊。啊！这大爷可真玩爽。我说嘛呀？嘘！啊！看来金哥真是下不来了。待会儿走吧，再找个去处。站住。嗯。啊。站。
来者何人，敢闯我六甲宫？寻死路！好啊！舒文，是我。舒文，这块牌子留在你身边，就是希望你不被这险恶的江湖所浸染，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。而你现在这样，我倍感欣慰。你心神纯良，跟着你的心走，不会错的。师父相信你。中央政府命你部出兵增援，你却迟迟不见动静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就我手里这几杆炮枪，人家是狼，我就是只哈巴狗啊！我去你！
那我现在就毙了你！将军，求将军给我一条生路！姓王的，给脸不要脸，真以为我怕你？天蟒神呀，真是天蟒！野君，野君，人呢？他会不会偷偷去对付赵广孝了？那我去帮他。哎，你再去六甲宫，争取找到赵广孝和六甲宫勾连的证据，这样。就算你师兄真的处置了赵广孝，我们心里也有个底。好，你们可真中用啊！亏得我这么信任你们。这六甲门，看来是留不住了。别呀，赵长官。别这样，是不是？是。我投那钱，本儿不还没回来呢吗？烈爵兄，刘掌门就是他手的。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赵老兄，我们之前在信中约定联手做事，你提供神药，我提供军队，是也不是啊？这个，您听我解释。是，还是不是？是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搞出这个愚蠢的六甲门？这些人不是贼就是盗，能成什么大事啊？我这不是想着往回收一收成本吗？那你也留着点脑子。你知不知道他们从中克扣了多少？妈的，玩我！看什么看？跑啊！来人，给我追！别追了。李军兄，不要动气嘛。前几天刚送来的最新成果，药效强过之前百倍。孽童，师父，杨烈军，你这个孽童！师父，你怎么来了？孽童！师父，别叫我师父。没有你这样的徒弟。师父，我的人马正处在危机崩溃的边缘当中，外面的世界是你们难以想象的残酷，而我才是需要撑起一切的人。很快敌人就会对我动手了，
只有这个才能让我的人马以一敌百，杀出重围，这是科学的力量啊。科学不会服人心，不会让人失去理智。成王败寇，这才叫正道。把那些落后的旧的拉进一扫而空，才能成为真的王者。是我，是我这样的人正在披荆斩棘，浴血奋战，正在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而你们只会把目光放在那些小事上。本来你不需要知道这些，但现在我只能告诉你，不要试图阻拦我，因为我不可阻挡。杨烈君，你真应该好好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师父，你应该以我为傲。六甲门是邪教，已经被剿灭了，你们都回家吧。他们都是孤儿，没有家。那你呢？我是无聊。
老祖，共审江林，新男新女，素来拜见。诸位信徒，伸出双手，承接老祖大富大贵。差不多了。我就问你一件事。聂军兄，这就是我的人研制出的新药，它不仅能把战斗力提升到顶点，还能保证他们牢牢听从你的号令。有了这个，我就等你吃掉他们三省的部队，收下整个中原，一统天下。你们真不该来。是不是你？小文，别问了，没意义。现在走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我们还是好兄弟好吗？都打死了得了，省得磨磨唧唧，这么大费。你真的很吵。杨烈军，你这个混蛋小儿。就这么想知道真相，被我骗一下不好吗？等我打完了仗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会改变。现在
我就是神。爹，我知道你舍不得我，但我想跟着我的心走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小姐，李师傅走了，给您留了这个。孙家阿姐亲戚见谢安，此番不告而别，万望阿姐海涵。只是弟还是没有办法跟阿姐一起走。阿姐常说这世界在沉睡，需要觉醒，可究竟什么是梦，什么是醒，我却分不清楚。既然分不清楚，就不能妄自为之。但来日方长，山高水远，后会有期。